温馨提示啦，就系第一原先系查紧郑文贤一单警地嘅，其实我咧系好想话俾所有网友听咧，就系啲要尽量尽量唔好乱讲，同埋咧切忌离谱宣传，因为咧。因為馬隊嚟單嘢咧，已經係俾咗你。其實大家又唔使咁緊張啦。話俾聽，即係所謂選舉開始，廉署要介入咧，你50,000一張單張暴露咗，都係廉署介入調查選舉開始嘅。我話俾聽，我哋以前都試過，有好多人試過，係咪？咁但係今次咧，就因為有人。即係散播謠言，同埋咧，即係利用啲傳媒去專針對某一啲人，包括在下係嘛抹黑係嘛，咁即係先至，譬如廉署，即係佢都冇高調啊，佢有去拉人咩？佢有去封鋪咩？係咪？咁你要做到大字標題，咁大家好似覺得好恐怖，其實都好簡單嘅嘢嘅。我話俾你聽啊，如果有觸犯選舉舞弊條例，佢夠證據嘅，佢一定告你嘅。OK， 係咁簡單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係歡迎佢調查嘅，係嘛？我哋申報俾選舉事務處嗰啲，全部經過核實嘅。我試過因為人網嘅節目嗰個捐助報多咗四皮啊，大佬我使咗成50,000去法庭，即係要求法庭俾我更改，即係呢一個開支啊，你明唔明啊？最近呢件事就係因為更改開支之後，我哋要送過一份新嘅去呢個選舉事務處攞法庭嗰個 order 批准俾我哋申報嗰份就拎去，結果我個同事就唔覺意將一個 draft 嘅舊嘅嗰啲。就冇即係同嗰個冇關嘅就攝咗入去，但冇我簽名，冇律師見證嘅。咁琴日律師咧都發咗封信俾選舉事務處，要求選舉事務處更正，因為佢認為選舉事務處都有責任。點解你唔睇清楚係嘛？咁但係啲人要炒作，你都冇計嘅，大佬。你答佢就嘥鳩氣係嘛？佢又會喺度亂咁寫係嘛？咁所以我就採取嘅態度，我都費事睬你，你中意寫乜你就寫乜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。佢点解会咁写？因为有人同佢讲嘢嘛，同佢讲嘢嗰啲人都无捻查查，但系嗰啲人无捻查查之余咧，佢嘅心系想打捻死我，就系咁咯，咁简单啫嘛，咁成件事系嘛，所以我话俾你听，我就叫惊都未惊过，系嘛，但系又烦，又痛心，又伤心，点解啲人可以坏到咁？系咪啊？系你嘅战友嚟嘅，曾经，但可以坏到咁嘅，系咪啊？咁就咁簡單啫嘛，咁自己屌都唔肯怪得爭啲盲啦，係咪？就咁解啫嘛，係咪？所以我係冇乜所謂嘅嚇。過幾日咧，我啊同我太太就出去唞幾日，係嘛？咁我哋有成10日假期，你啊唔會見到我噶啦，係咪？我啊會唞一唞，係咪？因為即係最近個身體狀況實在就好差嘅，所以咧明記好多謝你，係嘛？多謝你一直以來嘅支持，係嘛？又多謝你關心，係嘛？咁啊啲人要講嘢咧，我哋阻止佢唔到嘅。包括喺 Facebook 嗰啲人，啲人 send 啲嘢嚟俾我，我就想闹人㗎喇。我话你唔好 cap 嗰啲图嚟俾我睇啦，我真係冇咩兴趣睇，係咪？讲嚟讲去都係三幅屁嘅啫嘛，係咪？屌你諗你有本事，你 ICAC 举报我，係咪？跟住拉我坐监，係咪？你嚟成功令到我坐监，咁你讲嗰啲嘢咪真囉，係咪？咁你同佢拗有咩意思呢？係咪嘥咗自己嘅精神呢？係咪？佢日日都系打飞机㗎啦，佢呢班人系咪？包括喺文台又好，青台又好，喺佢啲 Facebook 又好，咁你点睬佢啫？所以我叫啲人唔好回应，最好就係 Facebook 所有同呢啲人断绝晒佢，唔好撚睇佢嗰啲嘢，你就冇咁兴。包括猫姐都系，唔好咁燥，系咪？咁燥做咩啫？冇意思嘅，系咪？所以我嗰日讲咗㗎啦，集思会之后，我哋系唔好批评佢哋。又唔好攻击佢哋，我哋系做我哋嘅嘢。第日佢撩我哋嘅时候就揼佢，系咪？就系咁简单嘅啫，系咪？无谓同佢计较，再去同佢哋讲道理冇意思嘅。佢而家唔系同你讲道理噶嘛？佢全部都系诽谤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系咪？所有嘅嘢都系诽谤嚟噶嘛？系咪？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理佢咯，系咪？所以大家亦都冇必要再讲呢啲问题。你睇我都唔讲啦，系咪？所以大家都唔好讲啦。OK， 好，我哋即系喺呢度，即系我顺便啦，希望明居即系同纽约啲朋友讲啊，咁啊祝大家兔年啊，即系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嘛 ？OK， 好，咁啊听下陈生电话。
喂，英文，系讲，系啊，我第一次打嚟嘅啫。啊，咁好啊。系啊，我其实我毕咗业冇几耐，咁我都从来即系我希望都讲多啲辛亥革命啊，中国近代史啊，因为都而家中学都冇得读嘅，系啊，大学啊嗰啲你唔系主修都冇得读，都系咯，讲多啲呢啲都好咯。系啊，所以我而家已经有好多好多老师揾我啦，已经，因为我话咗要讲之后咧，啲人听完节目咧，有好多学校啲老师已经揾我啦，所以我今年会好忙嘅。啊，同埋我其实都系净系听你同埋听阿萧生讲嘅比较中肯咯，其他我都唔会再回应，唔会再听啦。啱啦，啱啦，啱啦，啱啦。其实我就好想支持人民力量、选民力量，佢哋做义工又好，做出力又好，我都会尽力去。我哋过咗年咧就会嚟一个大召集噶啦，咁希望到时咧你就即系你报名啦，系咪帮下手啦？好嘛？发现咗其实咧，你点解会即系今日咁样？其实都系我谂下，会唔会系因为真系太。好似涉及到好多利益咧，即係好似打爛咗人哋嘅飯碗咧。譬如係啦，即係譬如人哋做區議員又好，做立法會議員又好，可能人哋係呢份係一份正職嚟嘅，咁始終冇份工或者俾你好似即係好似打爛咗個飯碗，令到佢哋有啲壓力啊，定係乜嘢？即係譬如你又好可以仔大女大，咁可能其他議員啊、其他黨派嗰啲唔係咁樣諗咧，所以。会唔会系咁嘅情况？可以令到咁嘅情况？唔紧要，你总之就即系继续支持我哋，我又好感激噶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可以参加我哋啲活动啦。咁迟啲我哋有啲班开，你又可以嚟参加啦，好嘛？好啊。OK， 好啊，多谢你电话啊，多谢你电话，多谢晒，拜拜啊。咁啊，節目時間仲有兩分鐘到，咁我有啲嘢要講咧，就係關於即係而家講緊呢個禮拜一嘅節目咧，就會喺維園花市直播嘅。咁啊，1月31日星期一，鬱敏踩場就喺維園花市直播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即係又可以去現場啦，你會見到我啦，即係10:30，即係10:00至11:30嗰段時間啦。咁當然我會留耐啲嘅，係嘛？咁所以31日禮拜一嗰晚咧，咁大家可以嚟呢個維園。咁嗰日就應該係年28嘅啦，已經係嘛？洗邋遢啦 ，OK， 跟住就年29、年30，咁啊3日咧就年初1嘅。咁啊，年30晚咧，我就唔會喺花市嘅，因為我同我太太就出咗門噶啦。OK， 咁啊，2月10日星期四初8咧，就即係我哋先至個台先開翻。OK， 咁啊，即係都有成10日假期噶，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就聽嗰啲 download 節目啦，係咪攆下汁啦？咁係咁啦。OK， 咁啊，31日禮拜一，即係我嘅節目。直播的地點是維園花市，到時跟大家見面，拜拜。